我哋喺本年嘅7月3日收到一段录音，内容系你同三合会人士江世孝嘅对话。你被怀疑同三合会有密切关系，违反警察操守。PC 66336，钟立文，你明白指控吗？Yes sir。PC 66336喺 PTU 嘅时候有18个月系我下属，我对佢嘅印象系诚实可靠，同埋对警务工作好有热诚。 佢处理过嘅案件包括有劫案、骚乱示威。我知道喺学堂嘅时候曾经攞过涉苦杯，所以我觉得佢为人系诚实可靠、尽忠职守。我唔相信佢会做出任何违反警察守则嘅事情。我明白谭 Sir 你对 PC 66336有良好嘅印象，但你头先所讲嘅事都系以前嘅事，只要作为人夹旁证。我哋今日要讨论嘅系录音嘅内容。根据录音嘅内容，你同江世孝之间有互惠互利嘅关系。 PC 66336，你有咩解释？喺3个月前，我揾咗江世孝做我线人。由嗰阵时开始，我哋正式建立咗我哋嘅关系。江世孝一直提供杜奕天制毒工厂嘅情报俾我，我亦都将呢啲情报先后交咗俾特别职务队同埋毒品调查科。最终我哋根据江世孝俾我哋嘅情报，破获咗杜奕天嘅制毒工厂。至于嗰段录音，所谓话我帮咗江世孝。 其实系指话我帮咗江世孝同佢个女江柔柔处理翻个父女关系。江世孝提供情报俾我，我帮佢同佢个女和好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之间并无任何利益关系。张 Sir， 郭 Sir， 请你参考一下 PC 66336呢份财政报告。喺报告入边，我睇唔到佢有任何唔正当嘅收入，所以应该证明到佢哋之间系冇利益关系。 即使你同江世孝之间冇利益关系，但系身为警务人员，你应该好清楚知道喺任何情况之下，你都唔应该同三合会人士有任何嘅来往。你同江世孝父女之间密切来往，系会影响警察嘅形象，同埋你执行工作时嘅判断。你有咩解释 ？Sorry sir， 我唔认同郭sir你嘅讲法。无论咩背景嘅人都需要有亲情。虽然江世孝系黑社会，但系佢个女唔系。 佢自细缺少父爱，伤害好深。而江世孝亦都因为佢个女唔肯认翻佢，而非常之痛苦。帮一对父女嘅团聚，无论咩环境咩情况，都系没有错。身为警务人员，系要全心为市民服务，唔系对有需要嘅市民袖手旁观。做警察要竭尽所能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，不畏惧，不徇私，正直诚实。 廉洁奉公，执行职务。由我入学堂第一日开始，我就将呢件誓词记喺个心里边。李文星教官嘅一言一行，话俾我知咩叫做一个好警察。你时候教我嘅嘢，我呢一世都会记住，从来冇半分违反，将来亦都唔会。因为我唔会做一啲对唔住我恩师嘅事。 你正话嗰番说话讲得好，我好尊重你嗰份警察嘅诚信。其实我都系将心里嘅说话讲出嚟。虽然今次裁判结果冇咁快会知，不过直觉话我听，你应该会冇事。Thank you sir， 谭 Sir， 其实你今次肯主动做我 defence officer， 对我嚟讲已经好大支持。关心你嘅唔止我一个嘅，今次系柏乔叫我做你 defence officer。 其实你呢一次内部聆讯嘅 case 对佢嚟讲，仲紧要过佢自己见波。所以如果我系你，一定会将今日消息话俾佢听。柏乔，未翻，仲谂住请你食餐饭，摆个镬头走添。 多谢你同你阿爸帮我过到呢一关，我哋呢一世都系好兄弟。
我知咁咪老土啲，不過咁先啱你兩父子嘅 style 嘅。衰妹啊，偷影我又用我列過橋。幸運王子，無論件事嘅結果係點，請你都將結果話俾我聽，我會一直等你嘅回覆。小公主想。衰妹，越嚟越識關心人。不過我花咁多時間引導翻你正途。小公主，今晚8點老地方餐廳見。點會咁噶？有冇得上訴啊？不如我幫你做證人啦。唔使啦，你都係幫我執定包袱啦。今日大賞俾我感動到喊咁滯啊！睇怕我都好快復職，快快少路有排捱噶啦。衰人，你呃我？我邊人呃你啫？咁我真係要去你屋企執定包袱翻自己屋企啊嘛！嗱，今日我哋啊照舊，一人一杯咖啡。我及過啦。隔離台咧有人嗌鵝肝，我哋今晚有機會過去影佢，嚇。不如我哋嗌鵝肝啦。放得啦。咁你今次大步攬過，咁咪當食翻餐真正嘅大餐慶祝下咯。咁同埋你今晚都搬咯，咪當食餐好嘅同你戰行咯。都好嘅。唔該，要兩份鵝肝，兩份龍蝦。咩歌咧？王牌，同樣拋絲企愛。發音又唔準，你醉啦，不如我送你翻屋企啦。開心啊嘛，你唔開心咩？我再唱多首歌你聽咧。藍天與海上，我嘅三分之處呀，嘿。點啊，拉炳？阿哥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今晚 Mega 多客到雲，我要做埋一首咩先過嚟。好啊，餐廳見啦。我今日真的好开心，看到。张万文，你是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嗯。算了，我自己走了。想点啊？你找不到我报仇嚟搞我女系嘛？我同悠悠冇嘢噶。你当我盲定系傻噶？但我话俾你知啊，如果你再黐住我女啊，你买定副棺材。我同你嘅恩怨一定唔会拉悠悠落水。但我话俾你听，终有一日我会亲手拉你。你想同我玩啊嘛？你俾我玩紧，你都未知死啊！好，嗱，我系日日行出街，我啊睇下你点样拉我啊！我是胡 Sir， 我在你樓下。今天的聆訊內容我已經清楚了，你和江世孝的關係曾經很密切，我們高層已經有了共識了，我們會將江世孝列為我們警隊頭號打擊的黑社會人物。你是不是很想拘捕他？我當然想，只要可以將江世孝繩之於法，我咩方法都願意試。佢呢一份人好精明嘅，用普通嘅查案方式根本就拉唔到佢。要對付江世孝，只得一個方法。阿文，你願唔願意做卧底，混入進興社？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。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